走各部走完的地方通啊。我看到那个华盛顿特区那个方尖碑啊，那个纪念碑啊，那里聚集了好多的人呢、聚集了很多人呢、基本上在美国、每一次大的运动啊，大的运动、都会促进社会的发展，几乎啊，没说100%啊。早年还是比较多的运动啊，接着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，无论是人权也好，投票权也好，但这几年呢、好像这种机会啊，搞得越来越没名堂了啊，什么黑名贵啊，安全法，现在校园里边有那种左派呀、对社会的这个影响也挺大的，尤其是黑名贵一上来以后，安全法一上来以后，搞到后来人家都怕了啊，有的是不敢管了啊，有的警察打击犯罪分子心里也自己也怕怕的啊，所以啊，各部啊，硬不起来了啊，硬不起来了，硬不起来只有挨打的。只有挨打的成分了啊，老百姓，变得挨打了，老百姓变得挨打了。但实实在在碰到这样的事情，实实在在碰到这样的事情，实实在在碰到这样的事情，现在也只能这样，现在也只能这样啊、现在等待着灵界的力量啊、把这个邪恶的世界给清除掉啊、现在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里了啊、毕竟在地球上啊、谁凶狠的好像谁的力量大啊、现在呢主派是已经豁出去的感觉啊、但是呢反正主派的人呢人数啊毕竟多啊、所以这是巨月时代啊，巨月时代再加上一个灵界的帮助的话啊，一定要一定要必须这是值得啊，也能够啊那可能性把那些主派啊那是战胜下来，好知道了，再见。